去啊。我问一下啦，这我一寸只尔啦，我小只啦，鳕鱼啦，鳕鱼啦，这只扁鳕啦，扁鳕啦，这一袋一斤多到300外啦，一袋提行提我再开200啦，两袋啦，这四袋要来啦，这三袋要来啦，开600块就好啦，叫啥厝啊？500块就好啦，哈哈哈，你那是四袋拢啊，规个拢去啦，无啊无啊，送无啊，卖我留卖我留啦。龟骨，哎，你这你会晓煮的？煮面线。卖干啦，规工啦，是要煮汤啦，汤是真正的啦，压压就好啊，你个压压就好啊，压来真正的，足香的，真正你上心。哎呦，足香的啦，我做你汤，真的啦，你相信我啦，你个打针好啊啦，好啦，凊彩啊，在你啦，这两支啦，这三支就来啦，100块落，四支哦，二一百块。get a kid这也要煮汤无？伊这肉厝边做沙西米啊啦，所以剩骨啦。厝边做日本料理店那沙西米个，一斤多少？你若甲讲，规箱拢要给你，你敢袂甲我买一盘？你放寿司就对了。那我搁唔敢。你贵不？贵又不头啊，像一包南山的两碗济啊。哎，无啊，几耐啊？啊，袂完啊嘞。对。我再三箱来，几耐啊？大哥，别刷屏。大叔休息时间，不是，是鱼市场要休息。三弟要来，四弟要来。这个鸡要来100块，有人要搁煮汤，有人要煮汤嘛？100块，哎呦啊，八月骨头。啊，这安那的？拢卖你？拢卖我，惊死人！无啦，惊外人，惊死人！我买对是要吃一顿。叫啥顿吃？浪死无浪的。对，鬼月普渡。透早吃，中昼吃，暗时也吃。透早吃，中昼吃，暗时。哎，吃三顿。好啦，卖便宜些，惊死人。一杯500好。两杯二500，三杯500，四杯又来了500，好无啦？你是嫌伤贵还是伤多？对，好，啊，这杯多少？500块，你会接受袂？你卖搁看，你卖搁变来，你搁愈晓就愈歹，6杯500块。免换，即摆送你安尼好无？啊，500啦，啊好啦，啊卖阁换，卖阁遐啦，500块啦，紧嘞啦。啊，无出一块。哈哈哈！要死，阿姨，你规讲规盘拢互你好啦。没拢互你，无你讲，我先休息，没错。只有我们全家，对啊，只有我们全家。鱿鱼哦，300了，两只了，我两个大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六只，八只。
七折三万块。炸了！高调，高调未高调诶！啊，未高调，八点四个人尔。啊，未高调，我卖完了咧。你今仔早无？啊，未高调，我卖完了。我跟你说，好多是人一来就跳。哎呦，你一来啊！好炸啊！一点几放地了，都爱讲拜托，答案拜托啊！你打我好，我半钟。笑死我了！哎，啊，包皮够无？无，纯包皮皮，纯包皮。这假嘞，纯咧包皮皮。还放着我阿姨没？生意唔就是要走的。感谢水量，放着。不可以再坐火车。放着，放着，放着。我是几点来？这是什么？啊？什么地方？猪肉排啊？什么理由？要看乜嘢啊？靠呀！会干呢？会干呢？干了咩？佮空气咯。你呢个叫咩？要啦，二十几万来干啊，遐困难。我靠，你要跳袂好啊？你呢？规条路拢你个，拢你跳啊？较袂贵个哦。即时间我现在在讲，罗亚较袂贵，大把个。吓，养收啊啦。我袂大块去钓，有够人家咧龙岗咱咧，够人就大块去钓，一包400多块，拢大包的啊，无紧啊，系啊，较袂袂，等下中昼阿叻啊，要飞弹要拍过来，要拍你个妹啊，袂拍啦，会啦，袂拍啦，要等一寡查某过来，我唔知啊，谁去？你来等。哎，洲际棒球场。哎，你该哪里啊？你拢上镜啊？你也有，不过是晚上八点后。八点后，晚上八点后没到。哦。少拍五球。我小舅来领嘛。对啊，没有很多的。阿妹，剩没有很多货全部拢去越来越早，对啊，很早就卖完了。哦，这样坐第一班火车还来不及，但下次搞不好真的要开车来了。我看哦，如果之后大叔在南部的厂有找到啊，我们就早一点出门，然后开车。看，我办。哎呀，我放好。到了吧？哎，大家来坐哦，放过去的哦。再见。哦。啊。我叫你一包。OK。太可惜了，铁花什么太可惜了，对，只能现场喊哦。这个跟那个 FB 直播卖东西也不一样，我们这个最主要。都是做现场的客人。没有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还没追踪吃乌肥肥粉丝团哦，还没订阅吃乌肥肥的 YouTube， 记得帮我追踪订阅一下。然后这个 QR code 你们如果来现场哦，有在用的 YouTube 或者是脸书或者是抖音哦，抖音也有时不时会开直播。哦，直接相机打开 QR code 扫下去就有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太会叫卖了，口才很好，感谢支持。来加油！刚上来就结束，对啊，这一台，这一摊。
这个场都很早，看回播就好，看回播就好。